在先不用，没关系哈，不要紧张哈。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这样就好了。弟弟啊，你偷偷告诉我有没有打过你弟弟？有，你太大声了，就是小声点，那么大声。我家会不会害你回家被修理啊？帅，未来你本来就长得帅。小大人，笑笑。不腼腆。好，小大人来紧张的地方来了哈，小心哈。来了，我往这里来烧。马上到，到。要把人看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放松放松放松，要做都这样子，连气都不敢吭。你是做哥哥的呢，你跟弟弟吵架完，你修理他们，后来有没有跟他说对不起？没有。
有啊。你就保佑以后你弟弟不会长得比你高大。弟弟没关系哈，等一下我安慰你哈。帮你画强壮点。快点啊！你这秘密数完六十，不要数太快了，慢慢数啊。干嘛？